究人员选取了212名年约45至55岁的男性及女性志愿者，对他们的言语表达能力、认知功能及情景记忆能力等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当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基本会出现 brain fog 等意识模糊或健忘的情况，而其后发展成老人失智症及记忆障碍的情况亦都较男士严重。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记忆力依然好于男性。研究中发现，女性如果在45岁左右进入更年期，会有更大机会患有心脏疾病，并比其他晚经历更年期的人更易早逝。咁就代表步入更年期的年龄可以用嚟预测罹患心血管病征的几率，唔单止可以尽早确诊，仲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华人保健计划的会员服务部经理邝卢淑芳女士嚟到同我哋继续分享佢自己东华医院同埋华人保健计划的故仔。Hello Irene， 你好 Mina。講起啦，你喺呢個華人保健計劃啦，就你做咗咁多年，27年，咁你中間一定經歷咗好多嗰啲感人嘅故仔，麻煩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其實喺幾年前咧，就有一對老夫婦，咁佢哋係我哋嘅會員嚟嘅，咁一直都喺我哋華人保健計劃裏邊有好多年。咁但係好不幸啦，咁先生咧係過咗身啦，咁咧就剩低太太。咁原來咧，佢哋係冇任何嘅家人啦、家庭咧，係喺三藩市呢個地區咧，係即係冇仔女嘅，係即係得佢哋兩個。咁而一直以嚟咧，個先生咧都係做曬所有嘅嘢嘅，太太咧就只係跟住先生嘅啫。咁先生話做乜就做乜啦嚇，即係照顧曬佢所有嘅需要嘅。咁但係一旦先生走咗之後咧，咁呢一個老太太咧。佢就自己咧，即係情緒咧係非常之低落，即係差唔多近乎係即係好唔開心，亦都唔知道點樣去處理自己日後嘅生活。咁咧就有成個幾兩個月嘅時間啦，直情係自己咧係即係隱蔽咗咁。咁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佢原來咧有好多嘅信件啊，有好多嘅問題咧係需要佢處理，但係佢係唔知道點樣處理。咁點知佢就突然間諗起，咦！我先生以前帶過我去環保院計劃嘅會員服務部去問問題喎，或者我過去嗰度問一問佢哋，我而家呢咁多嘅信件點樣去處理？我呢啲問題有冇人幫到我？咁佢嚟揾咗我哋，咁我哋有呢個機會係即係睇到原來咧，佢收咗好多好重要嘅信件啦。咁喺呢啲信件裏邊有包括佢醫療嘅問題啦。有一些即係政府的機構是需要他回覆，甚至乎他住緊嗰地方又需要他再去 interview， 再去面試先可以重申他嗰個合約。咁原來有咁多啲，咁我哋就幫他慢慢逐一係解釋清楚邊一啲信打邊啲信你要做點樣。咁佢好開心。咁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原來咧佢先生走咗之後咧，佢身體嘅狀況係好差，咁佢亦都唔想去見醫生，咁我哋就可能佢心情都唔好咯，佢完全係崩潰咗噶。咁你冇親人冇成之下，咁得翻一個，咁我哋真係要協助佢，幫佢去聯絡醫生啦，嚇約 appointment 啦。後來咧，原來佢嘅眼咧都係需要做手術，由於即係太傷心嘅緣故咧，佢嘅眼亦都係發生咗好大嘅病情。咁於是乎係幫佢聯絡曬佢嘅醫生做咗手術，咁開始慢慢咧亦都。轉介佢，我哋有一啲嘅社工啦，我哋保健教育院都有社工，係幫佢聯絡好多唔同嘅機構，去接受咗好多唔同嘅社會福利嘅服務。咁所以真係好感動，因為即係見到呢個婆婆咧，喺一個咁唔開心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即係由於得到我哋即係我唔可以話講一個好特別嘅幫助，但係起碼佢一個地方知道佢係可以依靠到嘅，同埋講佢哋嘅語言嚇，講佢語言都好開心。咁即係一直我哋都有同佢好有緊密嘅聯絡喺過去嘅兩年裏邊，咁但係最近佢都離世咗。咁呢一個係我真係好難忘嘅一個經驗。咁咧就即係你頭先就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好感人嘅故仔啦。咁我相信咧，東華醫院就除咗即係當然呢個係冰山一角啦，即係好多呢啲感人嘅故仔。咁就亦都有好多趣事嘅，係咪？就麻煩你同我哋講下咧。咁趣事真係有嘅。咁其實咧，大家都知啦，即係東華醫院個位置咧，就喺啱啱喺正即係唐人壽啦嚇。咁而我哋嘅華人保健計劃嘅服務處咧，亦都係喺即係唐人壽裏邊。咁
我發覺咧就係好多我哋嘅會員啦，包括年紀大嘅會員又好，年輕嘅會員都好啦，佢哋好多時咧都會運用我哋服務處嘅地方啦，或者係醫院嘅大堂咧，係去約見佢哋啲朋友嘅喎。即係好似我哋以前香港約咗喺邊個商場見咁嘅樣，佢哋會即係大家喺嗰度咧約見啦，咁或者係大家咧就互相係俾嘢對方咧，就用嗰個地方咧嚟做，好似即係好似去咗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好似例如好似你個家庭咁樣嘅，咁就喺嗰度，咁我覺得真係好温馨咯。咁同時佢哋除咗嚟醫院可以接受一啲服務，或者咁啱又可以約朋友啊，咁即係我覺得除咗我哋提供醫療健保、醫療服務之外，我哋仲可以提供有好多嘅方便俾佢哋，點佢覺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屬於佢哋嘅地方，係啊，真係咁，我覺得即係都即係好有趣嘅，真係。同埋 Irene， 我相信咧，就每一次咧，當你咧即係幫到一個病人啦，即係佢哋有咩問題，好似頭先你講個婆婆嘅故仔，即係譬如話佢得到咗幫助，即係佢需要睇眼啊，佢嘅眼依家即係睇完之後，即係後屘即係可能睇嘢對佢嚟講即係方便好多，即係唔需要話揾人幫助啊咁嘅樣。即係你可能你自己都會有一種滿足感喺裡面，係咪？好有滿足感，好有滿足感，亦都好開心。即係佢會諗起我哋喎，啊，即係諗起我哋，知道可能有一個感覺就係呢個地方可以幫到佢。咁我相信你都好掛住呢個婆婆。我係啊，我懷念佢啊，我都仲好記得佢個樣嘅。多謝曬 Irene， 多謝曬嚟到我哋今日嘅聚焦東話。你好，我係梁優依文。以下我哋會解釋一下咩叫電腦掃描 （CT scan）。電腦掃描對檢查體內嘅腫瘤同埋唔正常嘅組織非常有用。檢查的過程咧毫無痛楚，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做完噶啦。電腦掃描檢查過程當中，你可能需要通過口服或者注射到靜脈含碘嘅藥物，使產生更清晰嘅圖像。喺使用碘嘅藥物之前，你嘅醫生會同你驗血檢查腎功能，確保你對呢個藥物唔會有敏感嘅反應。你會瞓喺 CT 嘅台上邊，然後推入掃描機裏邊。如果你想攞多啲呢方面嘅資料，請瀏覽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嘅雙語網站 www.cchrchealth.org。感謝你收睇聚焦東華。想了解更多東華醫院，想聽更多嘅故事，甚至乎想認識更多有趣嘅醫學常識，下次嘅節目時間記住聚焦東華。由 KTSF 二十六台及东华医院联合制作的《聚焦东华》，由东华医院特约赞助播出。